为配合八频道年度重头剧《祖先保佑二》的播出，剧中主要演员前往全岛各个角落派发特制的《祖先保佑二》幸运饼干，为即将播出的剧集宣传造势。面对突然出现的演员们，群众欣喜若狂，纷纷掏出手机和剧中演员们合照留影，宣传活动圆满成功。希望你们多多支持，祖先保佑大家身体健康。《祖先保佑二》，周一至五晚上9点，八频道。